叮当姐制作全猪宴的第一道美食叫玻璃肉，据说能拉出2米多长的糖丝，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？裹着糖，巴适能拔到1-2米的这种啊？这个能实现吗？这个？那就看我露一手。那就看您露一手。它的宽度，我觉得连1厘米都没有，薄如蝉翼，是吧？猪肥膘切片，快速焯水。焯好水的猪肥膘裹满面糊，下锅油炸，炸至金黄。接下来，叮当姐就要亮出绝活，制作能拉出2米多长糖丝的玻璃肉了。见证奇迹的时刻要到了啊！来走，哎呀，走！哇，大家快点试，还能走，再走。太神奇了，这个啊，什么感觉呢？这个糖的甜度非常的适当啊，用嘴轻轻一抿，先品尝到甜味儿，再品尝到猪肉的这种鲜味儿。炸好的猪肥膘入锅快速翻炒，能拉出2米多长糖丝的玻璃肉就大功告成了。